我认为这个相声啊是一门喜剧。对，来的观众呢，不管你多烦多闷，有多大的愁事儿，听两段相声那是最好。是啊。怎么好呢？啊，说你多苦恼，到这一听相声准能把你给说乐了。对，那边说我不乐。嗯，那您不乐我们也没办法。就是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您非不乐，我们下去隔着您，隔着去。刚一隔着，那位说我钱包没了，你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掏钱包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到那个地方你准得乐。对，多烦多慢，外边有多大愁事儿，哥俩一块走。哎，老李，你干嘛去呀？我没事儿啊。走，我听说哪演相声大会，咱们看看去。到这一听，哎呦呵，正赶上王世臣、赵世忠两个人说相声。好，哈哈，哎呀，真有点意思，不错。那就听完了可乐。哎，散场之后走在路上想着可乐。哦，还乐。还乐。到家吃饭还乐。嚯，饭碗掉地下了还乐。不乐了。哎，怎么不乐了？饭碗都摔了还乐什么呀？是不乐了。哎，可乐的地方您准得乐。哎，相声是一种喜剧。是啊，绝不能够把那个说哭了。哪有说哭了的？哎，你说相声有多大本事，有多大的能耐，绝不会把人说哭了。哼，对。你看那观众有听相声听哭了的吗？没有。哎呦呵，没什么事儿，咱们听相声去。哎呦呵，正赶上王晨、赵忠两个人说的不错。真有点意思。这还有什么意思？什么不一样啊？不能说哭了。哎，可是有一样啊。哪样？你要听戏，嗯，或者是话剧，或者是京戏、评戏，嗯，是剧一类的啊，背不住把您给唱哭了。哎，有悲剧吗？他有悲剧。对，是不是？嗯，京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戏台底下掉眼泪。这话怎么讲呢？替古人担忧啊。对，实在那戏，您看那戏字写出来吗？虚和念为戏。是啊，虚动刚格。假的，假的。哎，都是假的。对，在戏台头了。我知道那个北京有个广和楼啊，老剧场了。哎，在那个戏台两边有两个柱子。柱子上头有副对子。哦，上下联告诉您那就是虚假二字。怎么写的呢？上联是金榜题名须富贵，下联呢洞房花烛假姻缘。哦，金榜题名须富贵，这怎么讲？上了一个小生，穿的是蓝绿不堪。哦，进京赶考。得中了头名状元。哼，使奴换辈啊，平步登云。嘿，往了一座很大的牌头，来让多少人伺候着。是啊，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。哎，虚富贵，假的，假的。下联是洞房花烛假姻缘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台上一个小生，一个青衣，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妻，结婚了，入洞房。哪是洞房啊？那什么呀？就是那帐子的后头。哦，帐子。来，入帐以后，小生归上场门啊，青衣归下场门。两个人到后台怎么样？
谁不理谁。是啊，可不谁不理谁吗？嗯，真结婚啊，那都去小生了，嗯，谁还去青衣啊？就是啊，没有青衣了。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所以说这个是虚假二字。哎，还有一个例子啊。什么例子？京戏跟话剧有所不同。怎么不同？一个是写意，一个是写实啊。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，拿什么来说明啊？啊，你看要是演话剧照电影，嗯，喝酒啊，啊，都是真酒啊，实际上也不是酒。是什么呀？哎，有个代替品。嗯，吃的时候呢，哎，可得真吃。哎，真吃。喝的时候也得真喝。哦，那不是照一次就行。是吗？啊，有的时候这正吃着呢，嗯，停牌，不行，不真吃。哦，还得吃。还得吃啊，还得吃，吃吃这不行，那停停，那什么，再拍，还得吃。呵，要不你怎么那个电影演员大部分都有胃病呢？那都是吃的，你是啊，那、哎、是吃的。哎，喝酒也是假的。嗯嗯，京戏跟话剧有所区别。哎，一个写意，一个写实。他那酒是假酒，假酒倒点白水。哦，但是得有。嗯。京戏不行。京戏呢？来，酒宴摆上，酒宴摆上啊、嗯！你看，木的酒壶，木的酒盅，哎，满上那一斟，这拿起来就喝，不隆咚三个隆，喝干，这就喝干了。哎，满上这又满上了，那酒壶是宝贝，宝贝，老喝老有。是吗？没有说喝着不够了的啊。来满场，哎呀，没有量。这边如何是好？我需打上二两啊！啊，还打二两？这不像话。就是。哎，吃饭那都是假的啊！你看，弟兄们，多一从把酒饮。弟兄们对坐把酒饮、嗯，喝酒假的。对，没有真吃真喝的。是吗？来呀，嗯，酒宴摆上就代替了。哦哦，没有说来呀，嗯，八大碗摆上，快吃不吃全凉了啊！拿回家拿起筷子真吃真唱，嗯，那也唱不了了。嗯，弟兄们，端坐把酒饮，那饮什么呀？就是没法饮了。所以说这都是假的。哎，对。说书的嘴，唱戏的腿。嗯，说书的嘴快，唱戏的腿快。是啊，哎，说书的要说这个大经书到哪儿去、嗯，两句话就代表过去。哦，小青夜宿，饥餐可饮，一日两两人，择日来到什么地方？到了，嘴快啊，唱戏的腿快。唱戏的是那不管多远啊、嗯，哎，一会儿的功夫准到。哦，有这么一出戏叫《兵伐云南》啊，有。打天津到云南这是多远？是啊，没有五分钟，连三分钟都没有，准到。是吗？兵伐云南去了城，那有个几个打旗的，哎，台上一转悠，不隆咚不隆咚咚不隆咚一隆咚一，嗯，嘡，往这一站，这还问呢，人马我为何不行？兵阵云南，兵阵云南，这就到了，到了。哎，人马裂开，裂开。嗯，没有说真上云南的啊，那行吗？真去，这是兵伐云南去战。嗯，打旗儿的，举着旗儿到后台走了。嗯，打着行李卷，出门了，干嘛？走上云南了？上云南了？哎，那观众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。嗯。怎么半天没出来呀、啊？就是，哎，服务员同志，你过来，这他们唱戏都哪儿去了？啊，那什么，他们都上云南了。是，嗯，真去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没关系，您可以上云南听去。废话，我上云南听去，我怎么回来呀、啊？就是，所以说是假的。对，但是京戏称为是国宝国粹。哎，国粹有很，据说外国人都有学京戏的啊，有啊。京戏是一种国粹，对，哎，
可是有一样，嗯，有唱的好的，有唱的次的，哎，水平不一样。哎，也有爱这个的，哦，属于一个票友，嗯，也有啊，在家里没事儿哼几句，也有的呢，走在马路上唱几句，哎，还有这么一路人，什么人呢？非得到澡堂子里的才唱。上澡堂子唱，哎，对了，衣服脱完了，往热池子里一泡，泡完了泡舒服了，这才唱了。哦，哎，但是唱的多好，绝不能够登台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习惯不好啊，非得唱舒服了才能唱了。是啊，谁能够挨台上给他立个水池子啊？啊，泡舒服了再上，那谁听啊？谁花钱瞧洗澡去？去教书去。哎，这个票友是爱。嗯，哎，您还别说，他哥哥啊也很喜欢，我哥戏迷。哎，但是这嗓子差点。对了，哎，唱了有二十年，有了，足有二十多，二十多年了。可是有一样，嗯，观众没看见我的哥哥什么模样。那是他化着妆，勾着脸呢，是看不出来。他不是化妆的问题，他也不会。啊，他去那角色你也看不见模样。他去什么角色？像什么那个捉放曹里头去个猪啊啊，那披着青袍上来一转场又下去了。行了，你这话太损了。不是损的，我哥就演猪。哎，你还别当他哥哥说啊，当他哥哥说他哥还不高兴。当然了，什么？我去猪？啊，我就去猪。你看我的戏看得太少了，哎，别的我就没去过。就是啊，前些年那马先生，马连良马先生，我跟他合作的时候唱那苏武牧羊，我没去羊吗？啊，那也不怎么样啊，反正在形里头。行了，你别说，他哥哥是个戏包袱啊，对，什么戏都会。哎，可是有一样，嗯，有一样人就戏德差点。怎么在台上有的时候他就是跟这人犯点别扭，嗯，准得要撅你。哎，撅人这话还是提及是这个一个时事。哦，在这个北京中和戏院，嗯嗯，您是票友合作。哦，唱了一出戏，什么戏？什么戏？叫失空斩。哦，失街亭空城计，斩马谡。哎，有一位票友名票啊，嗯，姓王，叫王雨田。哦，办的是什么戏呢？嗯，是失空斩。啊啊，他去的是这个诸葛亮。哦，主角。哎，那天还是正赶有他哥哥的比是啊一个角色啊。他去他哥哥呢到了后台一看呢，嗯，这不王先生人家办好了呢，往里一坐是闭目养神。嗯，闭目养神干嘛？就是培养情绪。哎，他哥哥误会的。嗯，人本人因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架子太大，嗨，瞧不起人。哼，干嘛呀？瞧不起人，告诉你，这戏里没我事儿便罢，有我的事儿我非撅你不可。还得你撅人的真寸，还是真有他哥哥这么一个角色。我哥哥去谁呀？干啊，也不是边边沿沿的。什么呀？这是这个那棋牌，就是那个献图的那个。哦，先地图那棋牌官。哎，棋牌官。哦，诸葛亮上来呢有这么两句牌口。什么词儿？鬓扎起山地，要擒驷马矣。往这一坐，啊，入小座。这小座。对，桌子后头为大座。哎，这个时候他哥哥提了马鞭，捧着地图上来，有两句牌口。什么？离了家庭地，来此是西城，门上哪位来？里不扎茬儿，夫人、信徒人求见后桌。启禀丞相，信徒人求见。传他是进来啊。迷糊所人，活人所差，王平王将军所差，手捧火物。地利图展开这打开一关。哦，关图的时候诸葛亮一看坏了。怎么了？将帅不和。嗯，诸葛亮着急啊，不隆隆脏的隆隆脏的。
我命你去到李刘成将赵老将军调回，不得有误，快去快去，让他去调赵军。嗯嗯，他那可没有话，德林拉着马鞭下。哦，他哥一想，我得令下去，我就见不着诸葛亮，是没他戏了。我怎么撅他呢？啊，还在那撅呢。他哥哥这地位也高啊、嗯，回答了一句话：“我命你去到李刘成将赵老将军调回，不得有误，快去快去。”他那儿呢，回答了一句话。说什么啊，启禀丞相，那赵老将军若不在李刘成这边，如何是好？嗯，心里没这句啊。就是啊，你让我调赵云，他要不在那儿怎么办？嘿，对啊。诸葛亮一想，心里没这句啊。啊、嗯、哦，知道成亲接我。嘿，对了，我叫你给接的，我算什么名票？嗯，眼珠一转，想起一句词儿来。哦哦，赵老将军若不在李刘成不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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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乐逆风而过来，附耳过来，叫他把耳朵递过去。哦，他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嗯，把耳朵就递给人嘴边上了。嗯、啊，丞相讲些什么？诸葛亮稳住了，怕他搁耳朵那儿一嘀咕。嘀咕什么呀？叫你嫂子跟我结婚。嗯，德龄，他下去了。下去了。